算啊，应该到了吧。龙就那段梗你没得签还签那梗的那段梗吗？那台车没有来吗？就是的哦，现在被禁入了，所以那辆车不能来。哦哦，你有多高啊？看起来你的身材很好。哦，1米6，45公斤。你的身材保持得很好。确实看起来真的很好的身材。Yeah。阿空，这台车没空调，这台车的冷气很小。广东很酷，我很喜欢那里。广东啊，上次你是去广州吗？你广州啊？哦。Yes。这种天气只适合在室内玩。我问一下，有没有地方？有没有地方游泳？这里有没有地方游泳？这里有没有地方可以去游泳的？这里有没有地方可以去游泳的？这台翻译机不行。这里有没有地方可以去游泳的？这台翻译机不行，还没有之前那台好。那台好。哦。Yes。哦。滚。可以啊，耶、yeah ！看起来很好啊。OK。哦，这里是。现在来这里溜冰。这是地下商场来的。这是一家地下商场。哦，这里好大，没想到这里挺大的。也是很少来这里吗？我以前住的房子就在楼上，就在附近的公寓。哦。走错吧，走错方向了。OK， 走错方向了。你会溜冰吗？
等一下你教我。就蒙出爱在 M A。等一下让他教我。我之前虽然溜过一次，他那种刀片蛇，应该我不会溜。没想到这家商场这么多人啊！哦，应该到了，哦，在这里，耶、yeah ！现在排队买票啦，啊，排队买票。我看呢，那个价格，一个是17万，一个23万，我不知道多少钱。23万，他找4万。我得搞这个呢，怎么一个？哦，要压，他要压压起口红在那里吗？哦，OK。这里凉爽，54，乡下都买了。啊。这翻译很不准确。这里没地了，你要穿鞋吗？哦，没地方放东西了。嗯、bạn mang máy quay và máy phim dịch đi thôi, còn đồ đạc thì sẽ để ở đây. 你带着你的手机和你的翻译机器走吧，我的东西在这里。啊 ，OK。多么划得。你的账单。哦哦。哦哦，感谢。这太小了吧。啊！43。哦，你会没？哟！八八五。哈哈。让他去拿鞋子吧。他怎么只有一个啊？哦、oh, ，Thank you，Thank you。来这里玩一会呀、啊，玩一会就算。看一下。也拍不了啊，应该也拍不了了。穿鞋，我试一下。之前在林曼那里溜过一次，43号刚刚好啊。我穿42号的鞋呢，43号。哦，哎，啊 ，no，OK 了 ，OK，OK， go。啊 ，OK， 好，好，好。妈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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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不会
会溜啊，会溜，这里应该很好玩的。OK。人多了，我，你那，OK，我让他自己玩嘛，我玩不了，我不能跟他一起，我只能跟在你的后面。我只能跟在你后面。OK, go.我看一下他，哎，他也是很菜的。可以搞过这个。我就不连累他了，他叫我跟他一起玩，他牵着我，你看他也，你看他也是很菜啊，我要拉着他，哎，我如果会滑冰就好啊，这里，如果滑冰很容易增加彼此的感情。OK。bạn còn muốn ngồi trên con cá heo giống mấy bé kia không? You. OK. 去找个海豚过来。OK. 啊，和这个妹仔玩太好玩了，他去找海豚。bạn chờ một chút, đang hết cái heo mất rồi. Tôi hiểu. Cái biên sản hẳn nán cảo. iPhone.我带包出来。哦，他拍照。一定要学会溜冰的，来越南玩啊，大越南妹来这里啊，来这种溜冰场玩，真的是太棒了，随便就可以牵手，很容易。他自己拍自己的，看到没有？他用手自己拍。哥，对呀，哦，有点薄，有点薄。我还有一点攻击啊，要不然就不行。
OK， 你说。还好我有一点功底啊。OK OK， 你去吧。啊，太棒了，这个妹仔太棒了。很可惜不会滑，如果会滑就好了。我一定要试一下，差一点忘记了弯腰，一定要弯腰啊！要你的头往前面，哎，我会了一点了。他去到哪里了？哦，他在前面了。腰绝对不能往后面了，一定要往前面，要不然很容易摔倒啊。哦，外面好容易滑很多，一定要动起来，转。不走。Good。我我终于掌握了一点点，一定要弯腰，太幸福了，来溜冰场太幸福了，仿佛回到了18岁那一年，记得16岁、18岁就是这样的，没想到啊。OK， 没想到好几十岁了还可以回到18岁那时候的感觉。可惜啊，技术不熟啊，就是技术熟的话肯定玩得很好。OK 放先休息。你去吧，很好玩啊兄弟啊，很好玩，太棒了啊，真的太棒了，我要学会，那是真的好玩啊。他要来了，越南妹妹要来了。他应该也学不久，我问一下。你也很少玩吗？我不会走。哦，我好像有十几年没玩了，我已经有十几年没玩了，以前我会玩。哦，我忘记了。哦，哦有。OK。他要邀请我去。白头雀不明理，多谢贵兄们。白头雀不明理。快一点，去。OK。啊 ，no， 你玩吧，我自己玩。刘胖，哎，我怕我连累你。哦，多空手吧，不在那里多选择一把。哎，我知道，我再适应一回啊，我会找回以前的记忆。
在自己适应一会啊，可能我会找回之前的记忆。刘浩 ，OK， 被宰这么热情，一定要。OK， 他帮我去找一只猪，只要我玩多几遍呢、啊，应该就会了。只要一定要弯腰啊，玩这个鬼东西，一定要弯腰，脚要走要痛，尽量把脚放宽一点。我感觉我会了很多。可以，哈哈哈哈，太好玩了！你的腰伸得越弯，它越不会摔；你腰越直啊，它就越容易向后倾倒啊。OK。哥，刚才他差一点摔倒了，他帮我去找那个东西。这个运动是最好的一个运动了，很可惜啊，技术不熟练啊。Yes。我感觉我会了一点点。No。那里虚的很容易摔倒。我拉的手我很害怕连累他，知道吗？最起码他会一点点啊，我几乎啊。又滑了一圈。虽然不会啊，但是没有摔，真的还是不错，有一个好的开始。我想如果来多几次啊，就会滑了。别忘这个翻译机有点差，这个真不行，很辣，很垃圾。我慢慢来，再然后再教你。我有。Go。No。又他要叫我去。OK。OK。OK。太幸福了。再滑多两圈，好累啊，这东西。这鬼东西累，有点累。
差一点摔倒了，差一点摔倒了。哎，有，啊 ，OK， 你去玩一圈。老了，讨厌，滑一两圈就滑不了了。啊、真的，如果像这个洋洋这么会滑，那就好玩了，可以带这个妹仔飞。但是这个妹仔她也滑得很菜，我感觉她就只比我玩多一两次。你看她。他也不会。滚！耶！你那个白茶？那，不要了。我还是不要滑。我先休息一下。OK。iPhone。OK。浑身是汗啊，虽然很凉爽。哦，你看，机会就是这样造成的。他要拍照，给你拍照。你看他经常都要摔倒那样。他想搞一个这个海豚给我做啊 ？No， 啊，我们在这里玩多一会，去其他地方玩。OK，Go。他想去拍一圈。流，那里吸得很容易滑倒。哎，小朋友，太刺激了，太刺激了，啊、18岁的感觉啊，溜冰。OK。OK，Go， 够去吧。哦，这个妹仔会滑，她也还可以吧。我感觉如果她来17、18次，肯定滑得很好。